你说他来者不拒，没酒精他都不去，眼里是 money money， 根本不用深思熟虑。你说他像只狐狸，把别人蒙在鼓里。你没有 money money， 那他对你置之不理。在别人嘴里，她是一个美丽坏女人。只要你有钱，那他肯定就会赖你们。But I don't think so， 你对他了解有几成？这故事中的凶手同样也会有。